走不通啊。过吗？从这儿走吧。哎，知道吗？因为线 stuck 在那里了。你在这里。我觉得我应该能过啊。你这头上头上方向，你要重新下来。好了。往前面是吧？还好没冲过去。好，那边，你右边。我就这里下来，我过不去。好了，我等你右边走。我等你下去了再走，帮你拍着。哎呀！我那边关有人，他们不知道我会不会冲出来，我在等他们走。进度太差。能用脚来感受。
就是光光的一大片，但是能见度特别差。往哪走？那沿着别人。看一下那个标识，它是到哪儿？往那儿走吧，走蒙山堡。你往前，我跟着你。现在看看往哪走了。其实哪儿都能走。好。走吧，好累啊。差点撞了。那边已经是绑轨了，看到吧？啊，所以我们要尽量往左边插。沿着绑轨就是一条蓝道呀。对。对，我停下来了。